你有晒哇？今日无人要翕相啊，所以拍无你就报了。我这个老跳了，我来眼看无啊。啊好啊，我这跳人无快啦，我不练的呀。你今天做十点钟。哦，谢谢谢谢。来无，免跳人看无啊。你加咧。阿公照镜啊。对。阿妹妹。对。我已经跳了呀。够快啦。新娘有得变啊无？有啦。真是有。是啊。马素清。你敢知我自从我见到你一面了后，我为你吃面拢困袂去，我扫到你的中北外，下吃袂消化。医生看了几偌多，医生交代我，讲我若看到你，爱为你唱一条的情歌。为着你辛苦的卖粉汤，他都打出心头乱。你唔好拍唱到规条，阿凤正经，阿你嘛是安怎？啊，你又无甲甲事先咧做，啊，若是要白白咧等你，人家你要唱啥物歌曲啊？啊，没有，规条唱。啊，唱四五百万，啊，唱三四百。干那你会唱哦？我会晓听，我听到我会晓唱。啊，喏，啊，真牛，结果变啊！你毋是讲叫我当面吐露我的心声？这条上好啦。啥物下唔下？哎呀，啊，新娘就讲讲婚戒，你是唱几条？新娘婚礼。哦，咱讲正经啊，阿妹妹你嘛拜托你，阿妹妹来，阿妹妹唔是阿妈嘛，阿妹妹呢？哎，你无在，我就甲新娘创个婚礼创啊，啊你无讲，我讲伊唱歌，唱歌啊嘿，我无甲创个婚礼，要你阿当啊？啊，但是你无甲讲伊婚礼，啊我咧也讲伊唱，我甲你讲，哎呀，你甲讲，阿妹妹新娘唔是我舅啊，你也无甲我问讲伊是婚礼啊，真是啊，这边两个怪个。哦，好啦好啦，你讲咧嘛是咩啦？来。新娘，我要接人啊！好啦，等你啦。啊，准备一只大锁啦，要创啊啦。啊，拄才我伫天顶跳啦，对不对？即摆我要接新娘，爱甲新娘找咧困皮无啊？困皮，我买单子，我甲你落，我即个费用超标。我跳你啦！我就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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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大大就知啦，我是人去房间门关嘞，咱袂当入来，咱才入去天堂嘞。你即摆入来车，房间门开，大大风甲行出去，太大声要创啥？哦，你唔人带看面就知，啊，即摆就房间门开，出去就好啊。